叶子，你没事吧？你是谁啊？这是哪里啊？这是订婚现场。嫁给我。又是你？怎么回事啊？不是我要结婚，刚才你走得太急没听完，是你被撬走的男朋友跟绿茶闺蜜要结婚，能重新开本吗？抱歉，系统出故障了，你自己先别火。喂，行，不就是手撕绿茶吗？这情节我熟。你们休想结婚。叶子，你要是哪里不舒服，要不要先去歇一歇？今天是我的大好日子，你不要捣乱。大好日子？那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叶子，你到底在胡说八道什么？胡说？你自己干了什么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不许你伤害他。伤害？到底是你们伤害我，还是我伤害他？这一巴掌，是我送你的新婚大礼。你疯了！哎呦！还有这一巴掌，是对我错付的感情。生哥哥，你没事吧？别闹了，咱们先走。你打的人就想走，你就想走？我没想走，新婚大礼我还没送。我演的还行吧？维修中，维修中。不理我，行，我接着你。放开我！住手！走。放开我！我跟他的事儿还没完呢。跟我走，有件事要告诉你。什么事儿？哥哥，以后有他们好戏看。